难，也认我难，希望得了天地所念，难的人呢，搁再一接触，大家得来做一个健康。那咱政治上呢，伫到200点、250点的，咱高于这两点，那已经拢来健康过。那咱银行呢？我话咧，每个证据能把握质量细。任务、成员、秘书改定为看小金地理，我改定为看大金地理，若无自信，亦不能获得了办，亦不能改善意见，无一法可得。欢迎建立办法。若该处理，若然不新，若然破题了款，若然改法之见，建成之人入入得，不入入得，其来自由，无地无界，应用随作，应物随答，方便化身，不离自信，即得自在心方，尤其三爱。使人建设，事情在客书院，如何是不留意？书院自身无非无痴无乱，念念发这观照，相离发相，自由自在，畅怀尽得，有何可能？自身若我顿悟顿修，应无长处，所以不留一切法，诸法一灭。有何处得？自行礼拜，远离一时，调息不来。这一段呢，啊，就是咱伫自行来清洗的了六祖开始了后呢，当然伫六祖也开始到新秀大师所讲的概念明白了后，而自行得到了体会。开悟了后呢，在这段当中呢，当然六祖呢，在咱过啊这个万万不精书简的这段当中，当然六祖把它做一个肯定，确实自性已经开悟见性。可是呢，咱知影在这一段，六祖来用得了自性，用得了心性大师所教人带领。所讲的这个概念明白的是什么？相信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。新时代思想家的概念为：诸恶莫作，诸恶莫作，名为善；诸善莫名，名为非；诸正利益，名为正。这是六祖，这个是新时代思想家是正道的这个概念明白。那因为以前一段，咱知影，六祖呢，因为也都唔知影自性到底，伊学到九年嘅目标呢，伊体会了偌济，参悟了偌济，所以因此呢，伊来探问了阿字呢，伊还未了解自性之见，伊先从这个想学自性。相信咱大家拢知影，因为伊学到这段，也就是六祖确实伫咧甲自性化相。因为进前先直接的相开，画一个相开，什么相？啊，就是讲咧，秘书改名为江大仙人。所以呢，啊，师修大师所讲的改名为，如果咱能叫安乐一心。实在讲呢，六祖甲自性讲是不可思议啊！那要到后来，这种的修持已经真正完了这个赞助，所以这个赞助甲这个大乘人是六祖先有这个相和自性。那要甲讲呢，先看这个相和自性，先看这个相。而且呢，我做一个引述，嘛做一个。予咱大家做一个体会，伫咱当时
修炼功德的过程中，在咱初初达了等，达了修得了后，在进前一段当中呢，可能咱真正要来鼓励，讲起来爱善、爱佛啦、行善啦、爱天公等等，这是正确。但是呢，咱有想过这个上，什么上？大人的功德太大，对不对？较早咱老祖宗时阵，真正来讲，大人的功德太大，大天人三分的功德，上天所咱四分到十分，所以咱得大人人人功德对。其实这是正确，但是惊是惊啥？惊讲咱伫伫名利之间，咱大人拢是用着了一滴功德上去大人。咱心烦人，咱因果不着，恐惊咱心入去了这个功德里，所以咧，只要咧，伫咧度人、劝人、心烦人，因果不着。那要大讲，这嘛是一个相。但是呢，到甲咱迁到了后，受真理者相比，受真理的教育，到甲咱迁到实在所是到浅的，实际真正讲对真理。伊对咱个心性有提升个话，咱个心就去注意了。我大人、幼人个心就三分个功德，上天做我先到十分。如果若是阿哥安尼，可以咱阿哥就不了事。所以头前面呢，咱做我就甲提醒讲，你输在定规，是交代前提，是不可思议。但是阿哥只要是交代咱提醒化小。我现在的话想，因为自性已经开悟，已经了解，所以讲到逆书代言为宽消因地人，这大乘人已经不可思议，参消因地人，这是天天之别。什么叫做消因地人？消因地人，哪个讲过，还是消先因地之人？什么叫做消先？咱过去拢知影，过去有分做了百姓、中姓、小姓，安尼说最上姓、上姓、中姓到大姓，所以这个小姓它就是二姓、三姓、小姓、一姓。那什么叫做二姓、三姓？哪位甲讲？以十八代当中来讲呢，是修行学道的过程，二姓、三姓。啊，就是声闻甲缘觉。那什么叫做声闻？啊，就是道理真好听，啊，切事嘛做好做。唔过，伊的心对伊个人甲伊内心世界，啊，都无法度啦，拄进了这种性。所以这就是二性三性。所以伊的究竟，啊，就是那。得到了遐只阿罗汉的这个果位之一，所以人咧甲讲呢，伊咱得到一句话咧讲叫做啥？叫做独善其身。所以独善其身的人，阿弥陀佛成就的，只不过是阿罗汉得到了遐只位。所以呢，这种呢，人做拢得到了消因地。那呢，人做无法得归。宽大因地，所谓之大乘因地的人呢，不只是讲在伊哩所作所为，就如讲如同咱刚刚所讲，伊多人、少人、心烦人、天公的教育过程中，并无遵照了一丝一毫的这个正教功德上来。那有一丝一毫正教的功德上来，迄个阿哥就是了。三心并不是大乘比，所以呢，大作家讲呢，逆书改变为快消因地，而是大智贤讲，心性大乘所讲的改变变化，如果若是安尼是真理性，那安尼这不可是就一了，阿弥陀佛以下，以上你是诸佛菩萨，诸仙佛界，诸真理。所以诸佛菩萨，咱拢知影，本来咱人就袂使去做歹，咱人。
心中有存了一心一德的功德相，或者是善思善行，那安尼拢还可以得了二三成，不是真正的功德，是咱为之福德。所以来世得到了福报，那自前第一本来咱大无心当中，伫正前第一片当中来讲，何其自性本自无疆，何其自性本不生灭，何其自性本自清净，何其自性本不动摇，人心泛泛。所以本自清净，何来个自前第一呢？既然来到达到清净，就是无力量，就是无执，就是无着。所以是着因缘一切外的境界所带来的力量的，甚至咱来培育自己了一切的外的境界，相互切实都通过。所以这种就是自见义，本来咱就安尼，何来要用这个功夫呢？所以咱要来生一个清净心，要来练就心中的这部分。那安尼起迄个清净心，嘛无净呢？嘛无清净。所以老祖宗进前再来讲，起心即是佛，确实。所以因此呢，所谓这三项本来就是安尼。所以呢，这个过程中，咱也真正讲，为什么进前咱讲佛教思想来观的心就不可思议，就明白，是因为咱来到这个环境当中，受得了因缘、因缘的影响，受得了起变佛教所带来的方便。甚至加上着咱个人过去一个遮，咱来自比个咱过去的因缘业力，所以咱才来遮一个轮回转世。那咱知影，咱真的是一定有足济因缘、足济因缘、足济业力，所以咱才破过一劫，要来修。所以来真正会当达到广诸佛菩萨、众生菩提，甚至自证义，达到出果，实在是不可思议啊！但是咱个上面得当独家，我所以上课的本来就是安尼，本来咱自身当中，咱自身当中有这种物件，就无迄个物件，是因为咱个卡掉。所以咱今天是就是在去独家物件，因此过去真正在咱周边，心里发到就是啥，就是在去去去解毛病，歹个就是在去独家对无？所以慢慢要恢复到咱本来自身的清净。所以咱今日心就是安尼，因此呢，老祖才讲，我们认为犯大因必然，安尼真正得到修行学到了后，会当真正体会到了真理，而真正会当对个人的心性当中落去着手，真正会当达到我们的心性会当升华的话，哪要怎讲呢？安尼讲真正达到开悟见性，那安尼就会当归了咱本来真正的真如。所以遮我一句话，才能做一个感受的报告讲，伫咱修道，到有甲咱修行达到，而咱达到开悟见性这段当中，这段拢叫做修道的过程。伫咱修，伫咱修道，到咱真正要达到开悟，这段拢叫做修道的过程。但是呢，修道要达到开悟，确实咱真正爱用心，所以才能够爱真修行。但是如果咱两个达到开悟，要达到正道，容易，有法度达到开悟，继续要达到正道。在安静，所以咱就背对一句话咧，一句话咧讲，讲啥？要来西方有外地，往白家千万里，修仙学到伫九道，到尾开悟一段叫做白。那真正讲达到开悟了，往五家去补超，所以离开悟得先到正道，就一步咧。所以咱要甲讲咧，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修仙学到。才讲真正爱用咱的智慧，真正爱用咱的智慧。道理听几十年，未必然会产生智慧。何安尼讲？你嘛讲，我唔爱听，班我嘛无爱来听嘛。为甚物何安尼讲？
心经读到，有时啊听道理听不来，袂开智慧，为甚物安尼讲？因为若无真正如咱过去前者来讲的，若无真正回光返照、返照自己，真正无伫咱内心当中真正下功夫，去咱内心世界再富贵，可你听较济还是一样。所以这段当中，咱要记录清楚。第经道的道理开悟出关，这段拢叫做修八道的过程。这段都安啦，但是呢，愈艰难难怪着。为什么先修才会明白？啊，若是开悟到要正道，这已经到，已经到。所以呢，这当中呢，小乘比丘甲大乘比丘。会当来做一个比如，伫修学道到离开悟这段路叫做消定地，离开悟到正道这段路叫做大定地。所以维持大定地是啥？爱由内心当中，由咱内心世界去着手。啊，若消定地就是对一切外口的因缘力量先去作结，安尼是。红龟刷来，阿爸就像我先阿炸，卖个点子嘛。但是那个是拜炸、两拜炸、三拜炸，炸到后来我在咧飞。所以才讲一句话：讲钱不讲公平，公平就讲钱。但是咱内心当中，咱内心世界当中，咱无要去执着，无要去偏执，无要去成就心，哪个边缘挂钩，拖刷不了偌济，长单都无关的。我发做一个比喻上简单，但是大家拢知影法的重要，对不？但是放进来，当我做的业参咱有关的，咱也无要办法，放进来业参咱有关的。啊，咱也无办法，放进来消化无业，咱就难做。所以咱无要去迷恋的经验，无要去迷恋的误会的世界，那安尼世界苦海外边烟，外边雾，参咱拢有关的，重点都差一点。所以呢，人家叫做“入魔入仙，亦不入菩提涅槃，亦不入解脱之境”。所以叫做来讲，咱若真正当开悟见性，会当体会到咱自性的本来话，那安尼，咱会去心中去产生一个，什么叫做菩提涅槃？所谓涅槃本身，就是解脱，就是圆满，就是心先心不心性心的。所以不拿死叫做哪叫做涅槃，唔过咱人拿死叫做啥？咱人拿死就是死啊，死亡。但是困难会靠困难未穿去，偏偏一个人困难无穿去，讲叫做涅槃。咱人若无穿去，叫做死。迄个事差遐济嘛，其实同款嘛。所以呢，所谓智慧来讲，在世或现世，出世或成佛嘛。所以我不是报恩的达成的，那是在世的事。哪个功德报恩的，把心全在世，贪心啦。相信咱大家过去前代都拢知影，过去先拢慢慢注意，得爱到苦海修行，不是去你遐才修行。后壁咱真正去你开路，你去到对对因怀疑的心。为什么无这个病？无这个病，为什么爱心爱心一直无法度让健康得得？无法度好好记啦。那安尼外边的弯弯，底下心只是内高，有成就尔。所以这个过程当中，免除差很多。所以呢，那真正要开悟自性。会当真正达到开悟见性呢，就无去入得了这菩提涅槃的相，未去西方啊！我修行了，后壁是要得来西方这种世界，我要得来先生成佛、先成仙的。所以咱修行了，咱正面的修行了，哪里达到一个上实际、上现实？咱心中嘛，我来讲，我修行了，后壁是要得来先成仙。迄个人，迄叫做执着；迄个人，迄叫做执着。
心灵法则，咱个刚才讲为了要超脱生死，为了要解脱轮回，对无？那为什么以前要超脱生死、解脱轮回，佮叫咱心中人去执着治疗，去来去解脱自己，讲我要来超脱生死、解脱轮回，我要来先生成佛、先成仙？唔是矛盾的，唔是祖师甲咱骗的，因为咱个心灵法则的过程。都叫人讲，你修行行到过年，即个打工拢叫哪拢叫做咩？就是别人有遮个心，对无？所以你修道到了开悟，过年即个打工拢叫做咩？所以需要心，啊，当然有吼，安着心。干哪开悟了没心吗？对吗？因为呢，这个当中，咱一定要了解，所以咱正伫咧学、伫咧修、伫咧做，拢阿个是，就伫这个过程。所以咱阿个就是了菩提主心，咱阿个去就是了后日要人超发生死，后日要人真正达到不能涅槃境界，迄个人叫做修。所以咱伫修的过程，咱阿个需要想，所以就亲像自行进前，打造咱个开始，逆数改变为快速，百变必然是不可思议，这样才叫做想。所以在今天上，就一定要想出来。唔管伫大家这段，就是咧甲自行扫想，咧甲复习。因为他恐惊自信去一条，他恐惊自信去一条，从这个后面转一圈，伊输赢伊。那安尼就麻烦啊！因若当然自信啊，那就有当作说法讲，亲像在书所讲的概念为要看百变易形，后面在后面喜欢的地方是不可思议，后面啊，那安尼达到完了。所以有这需要破相，所以因此大作者若无自性，不得菩提涅槃，也不得解脱地界，无一法可得。咱修行学道，咱在修道过程中，咱拢嘛讲，我伫咱伫得了上三宝，伫得了上修吧。咱注意听好哦，注意听好。咱伫求道到伫台湾这段路，叫做个拢需要修，修就是要建立了这个相，要来建立。这个相要来建立，所以你顺便来这个相建立的啥，你得爱这个本来的用。所以天地万物有这么多物件，拢是咱。拢是要予咱开悟的对象，只是因为咱有去体会到唔知，所以这段拢叫做修，拢叫做想，拢有这个想要来练，就要来练。所以你来遇到你就那讲得到了心愿，其实伫只来做大个东西，无用嘛，对不对？自性明心办法。所以呢，唔只一句讲万法由心生，那既然有生，一定爱有啥，爱有灭。所以万法嘛由心灭，啊哪里有无？既然有生，一定爱有灭，啊哪有得不生不灭？唔免生，唔免灭，唔免替代，唔免烦恼。其实这点不一样，我讲替代讲得烦，但是真我替代爱烦，干袂使一世人替，袂使。有体力的爱有白，所以有生力的爱有白。咱人的话，生咱有生力的爱有死，所以咱个叫做修的法。咱修法的哪能办呢？咱得到啊，咱得要生活。
所以咱之前就讲发，咱过去真正咱就比发家发的，跟啥跟啥干部，何况去你认真咧办真正一段门槛，迄个发跟啥干部，是要招咱下当的达到人生建设的干部。是少予咱真正咧提升生存生活的一种作用。毋过，咱愿意向伊进化，落离了这个心的过程，落离了想的过程，咱若无去体验这种物件，那安尼永远就是真正去予别人办。去予别人办，所以才来说无一法可得，无一法可得。自信本自有少人，无搁心里去哭，无搁心里物件去听，搁听了嘛会较惊，会较惊嘛无较惊，是伊叫人砍，你硬掉的，你硬叫人砍掉的尔。无会，咱大家拢比较比，其实你日头光同款，日头光本来就较贵啊，那为甚物还乌黑？是去予乌炸的。去予惊人炸的，自信本来就是安尼。所以无有法可得，方能建立办法。既然无有法可得，就已经当达到心的清净。既然心灵清净，就会当啥？就会到人生办法。好，我做一个比如，今仔日咱在大陆边啊，咱心拢无障。
所以呢，再来讲，既然心来到前天，会到出现地位，建立到办法，那安尼呢，当然会到出现地位，所建立起来，所做出来，所演出来，嘿，才真正变成佛的。所以讲，变成叫做修为性，变变成修化。因为咱后面一条诸天明净的心，心中拢无执着，拢无挂碍，所以一气做出来，才真正讲。带来功德了后，所建立起来，才才变成定。所以功德是不可分离，功德是不可分离。所以呢，老祖公就带出于定定于心。哪样了解呢？哪安呢？哪个辛苦囡仔，叫做不得辛苦。咱只是不得苦。因此，咱率先以为，而且无去就比较少，甚至无去就比较固定，无去影响其他的人生世界。哪安呢？即阵不是分嘛，阿不是啥？分嘛是安尼。分就是因为分就是要比天比地的心，分是爱心。你真正真修行的，你大人你当先管啦。咱叫阿叫做，咱嘛就是分。所以咱老家讲，一边就带出去，一边不信，一边莫提一话。那安尼真正达到了百万年啦，咱的自性自然就得到了。完嘛，所以这一话叫啥？叫做功德完嘛，才叫做一话。所以我们是分的。在世的时阵，真正知道功德圆满，百万年难得，改变哪变成了法，就是功德圆满变成了法。啊，为什么咱那把钱摕开，无咧参开讲叫做死，坦白来讲那叫法，因为咱功德都无圆满，变成了法。差安尼啊！啊，所以呢，就明解法之变。那真正咱达到功德圆满，自然就当超脱生死，解脱轮回。唔免搁再来认识，唔免搁再来把这个世界思考。哪要达到？哪真正能达到生死解脱，会真正达到功德圆满、菩提了凡的话，那安尼西方当国大批尊，西方甲当国大批尊，无分西方嘛无分当国。那因为咱大就是因为伫遮咧生，咱就是有迷茫、有生死轮回，所以咱才讲咱这是当苦伫咧修，伫咧念，甚至伫遮真正咧做到当个圆满，要倒来西方这个世界。所以咱叫当苦甲西方的分别，佛教有当苦甲西方的分别，无分别。咱人有命的，所以伫进前。伊进前呢，打算再来讲，讲着咱世间人一种的心声，讲着咱世间人一种的执着。如果咱大部分人做做做业良心，良心往生西方，对无？啊，那西方人做做做业把良心往生佛国，伊进前第一，唔系第一品啊，第二品两块，第三品两块，对无？啊，你看世间人，对无？自尊自业，两分要往生西方。但总在来对用一句话讲：，啊，那西方人自尊自业，两分要往生何国？咱想看卖啊！咱大家人，咱拢若无真正无用力，百万年后要咱两分往生西方。啊，西方人自尊自业，啊，两分要往生何国？西方人自尊自信，咱过去是天道的主，咱过去是天道的菩萨，西方的菩萨。所以就是因为做罪做业，所以就是以西方两分往生大苦。咱只伫咧生死轮回，足简单一句话，就会当互咱体会着。所以现在来讲，若真正会当了解大众所讲的叫无自性，不离菩提涅槃，不离解脱境界，无一法可得，而会当建立万法的对立中，真正的意义。含义咱会当去了解，咱会当去透明，会当去体会着，去体悟着的。那安尼，咱的身躯叫做佛身。咱百万年后，咱来去做一个了观想，自然咱功德圆满了了。甚至咱嘛来去讲，为着了解要解脱，
所以呢，老表现在来讲，见钱之前，你别急，不你别急，期待有无定无改。所以把做了见钱之前，所谓见钱之前啥，就是开悟的现象。为什么开悟拢讲家己的现象？开悟的现象来讲，拿依佛来讲，叫做开悟的佛。那是有人讲，叫做高僧，迄个高僧叫做得道的高僧。啊，那依佛来讲，叫做开悟现象现前。啊，那依佛来讲，开悟变成的人叫啥？叫做大德变现。没有什么讲的，意思都一样。拢是啥？拢是在世功德修圆满啦，所以叫做哪叫做见性之人。所以我刚才讲一句话：明心即是见性，见性即是成佛。所以见性的人，啊，就是在世的圣人出世嘛成佛。所以咧，过一句话讲：在世人嘛圣人，啊出世嘛成佛。开悟的人，就是真正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讲，我见性之人，你明白？你啥？念了念了快，解脱之见，有念伊嘛一定，无念伊嘛一定。那安尼何必来念？何必来念呢？无念嘛一定，念嘛一定，何必来念呢？不是多，不是多数意志。鸡毛白的，讲简单单，讲伊咱笑的，讲来讲地呀地呀，对不对？所以在这当中呢，那种期待自由，无定无改。迄个期待自由，不是讲伫当面，伫西边、西边，夹在这个当面的，夹在做这个期待，不是，是啥？生死自由自在，逍遥自在，生嘛是安尼，死嘛是安尼。所以变成开悟人，心术比西方人当中大一点，心术一点。所以才讲无地无界，无甚物款的挂碍，无甚物款的苦。这些人比心嘛多，未求度；这些人爱我人比心嘛多，无甚物障碍。那真正修法多，为甚物会求度？为甚物真的障碍？简单讲，咱就是咱未变心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老早说过，所以从这边再来讲。应用随道，应用随道，啊，应用随道，该应该运用，该应该去做，当下这里的时间，该好的，该比喻的，该讲的，该宣传的，当下这里的时间，别去丢度，别去考虑。就亲像咱咧度人心肝，该亲像咱咧度人，该你遇到这个人，该度则度，唔通讲啊，我明仔载后日，后个月后日物件来，袂安尼啊。当下即个当下度，该心肝家己即块，唔是讲我着开班啊，即个人规个班叫叫落啊，江苏铁道顶面啊，即个在宣传就是啊。当下即可以宣传，所以在很多路上。处处都是得丢，时时皆可以心烦度人丢人，哪里这种变呢？这种变成昏和不得心和才能忙。所以比天比地，度人丢人的心，唔忙到一定在哪里有干？唔忙到在什么时阵？随时随地，只要随叫处处皆得解脱。所以才讲应用随作，啊，应用随道，普遍化身不离自性。所以迄个当下度人心观呐，迄个叫呐，迄个叫做不离自性，迄个叫做率性而为。唔免去挑什么时间，也免去挑什么立场，唔免挑什么所在。所以呢，那安尼，那作来讲，这边自在心通，尤其三脉是明见性。那真正达到安尼叫啥？叫做自在心通。迄、那个自在心通，简单讲叫做啥？连接过去、现在甲未来。尤其三脉，迄、那个尤其三脉，咱知影，咱这个老师，伫当时伫咧度化众生的时阵，唔是像咱正讲安尼讲，正正经经，唔
以前咧真个咧讲安尼，伊个那想拢袂欢喜啊，拢固定一定得爱去种有钱种好个银行，就是咱老师个银行是优异人间个银行，但是伊伫优异人间普华教授个过程中，伊无离开了三万，伊个意见是佛个意见，伊个见解是佛个意见。所以在这个游戏之间的过程当中，伊们离开了正定、正修、正见。那要讲简单讲，无离开了咱过去所讲的八正道，正念、正念、正正修，一切这叫做八正道，伊们离开的。所以那要讲简单讲一句话，在真正的苦海世间度，老救人，人讲三教九流，什么人拢有？上不讲一句话，真用力八千拜年，什么困难都无咱能解，什么困难都无咱能解。但是咱大人囡仔成长的过程中，由于上来做一个拜拜，咱无咱是大人囡仔成长的过程中，伫修行学的过程，咱无离开了咱的大环境，无离开了咱的大环境。无违背着了咱的良心本性，无违背着了真理原则。所以呢，在这当中呢，这也是叫做三昧。所以咱们讲讲讲讲的叫做保持，保持着了大环境。所以过去老师讲过一句话，在修行行的过程中，当然离不了苦。为甚物讲当然不难？因为这要大人，要成全人，无当然无法度。安怎讲呢？因为遐年纪们，伫社会，咱来去亲近社会。遐年纪们，伫每一个班的顺龙方向，各方各业的工作，岗位拢有。咱要大人嘛，爱真正透过了各方各业顺龙方向各单位去做。所以爱亲近社会，爱亲近灵魂，咱唔只有法度真正来讲一些的大话小说。啊，那无咱要去做啥？来教大家，大家拢好了，大家拢听到啊。社会人士会安尼定，所以咱就该招募社会。所以呢，迄个是啥？迄个叫做应用随作，应用随道，迄嘛叫做有形三脉，所以才讲叫做生命建设。所以在这当中呢，这段呢，就是南祖慧大师在教自性破相的这个开始。佮过来呢，自性在这个书啊，因为南祖慧开始了后呢，自性呢，先表的这个体验，而来清洗的了南祖，伊讲如何是不入意，什么啊就是什么叫做不入一切办法的道理。什么叫做不入一切法的这个道理？所以才讲是如何是不入理。要安怎只免去入着了一切法这种的定义啦？所以呢，那作者讲：诸行无非，无痴无乱，了然了法界观照，相离法性，自由自在。那安尼叫做不入理。如果咱的心中呐，在咱的自性当中，若有产生了一种念头，而所领悟到的这个过程，咱自性当中，咱的心地当中，若有任何一丝一毫的过错，甚至呢，若有一丝一毫的无知，甚至咱的心若有真正有一点点的散乱，那安尼，咱就免了一切烦恼。因为啥花就是啥花就是，咱拄则讲就是功夫就是做诶。所以有诶讲啦，心病爱心药医。所以咱有开有痴有乱，就是有心病。那既然有心病，就是一定爱有心药来医。那心药就心药，真理就是心药，真理就是心药，花就是心药。所以过去阮拄则讲咧，有啥？众生就是因为八万四千的心地，所以不只有了八万四千的帮助。众生若如果无心，无任何的心地，佛法免不着任何一切法。
真理就是灯，因为是咱灯就是要明白。所以今日经文就是因你有过去所依仰的，过去所自然的，过去如今散落，所以这必须爱照着了圣灵先问，分所给咱讲的真理，分所给咱的话，来给咱提咱众生的白。如果今日咱若无白，咱不免吃药，简单就是安尼。咱若无白，咱就吃药，不免了。所以这就是自性伫咧在。请你了做，甲你讲，生命是无认得了一切万法的这个道理，所以讲是会言解出教。如果咱在身体当中，若无有一丝一毫的过错，若无有了油气，若无有了善恶，咱就不免认了一切万法，在咧定了咱心中一切变变。所以讲，念念发这观照，相离发相，不只是在无为、无痴、无乱。在咱的日常时中，时时刻刻，咱都未使离开着咱的自性来照见咱的本来。为甚物一定要用咱的自性照见本来？咱都用心未使吗？心无法度照见，就是爱用咱的良知照见，所谓良知也叫做本性。所以咱以心做标准，以咱的良心本性做标准。所以呢，那会当面临着时中时时刻刻，而呢提出由咱内心当中、自性当中生发出的智慧，来关照着咱的内心世界这五位而去除掉的话，甚至比外口都有法度啊，离开了所有一切的定念、定见、法相，在内心当中未去影响的，在外口当中而无去接触的。那安尼对外有法度真正达到前进，拢无是集中，拢无是力量，拢无是误会甲咱卡的。那安尼自然咱就上自由自在，自由自在。所以咱一个人在咧无烦无恼、无忧无愁的时阵，好过日子。阿哥，一个人若无忧无愁、无烦无恼，到好过日子，好吼。修炼法门就是要心无波忧无愁无烦恼，唔忙愈修炼愈干，阿愈修法好愈干，阿那阿那愈修愈干，我唔麻烦。现在啥？简单讲一句话，出来就讲一句话，讲看袂开，放袂下，甚至啊，你两年来讲讲啥？理解，你无解。所以这当中呢，咱会当自由自在，哪会当自由自在？那就是讲相离了一切的境界，而心阁无执无染无住，那安尼畅怀真谛，什么叫做畅怀？迄、那个畅怀，畅就是谛。这叫做畅，啊，这个叫做。畅怀真谛，畅怀真谛包含了三界十方，包含了三界十方。所谓的三界，简单讲，叫做三界。十方。是好个，变成是好个。所以咱讲修行啊，要啥？要跳出五行，啊，要跳出三界。咱伫这个世间当中，就是五行三界甲咱苦受，是五行三界甲咱苦受。所以修行啊，要跳出三界。简单讲讲。上中下叫做三界，那一面数来讲叫做欲界、色界、无色界，叫做三界。那十方呢？十方啊叫做十法界，十法界啊叫做啥？叫做素性、素显、了得啊叫做十法界。什么叫做了得？就是咱一般所讲的天道、
道、阿西勒道、地藏道、六贵道、特性道，这五种道，什么叫做四性？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。简单讲，叫做价值佛、阿罗汉、菩萨、佛，这叫做四性。所以啊，叫做十方界。所以咱来自由自在，畅怀该自在，讲伫三界界生活的过程中。拢尽在咱的自信当中，拢尽在咱的自信当中。啊，那安尼，咱不是分，啊，无是啥？所以才讲，要真正自由自在，包括西方尽咱一住，咱要来到对，来到对。因那无中无呆，无地无呆，会当自由自在。所以才讲真正会当畅怀自在，因何可能？那安尼到底什么人可能呢？十法界当中，三界当中，互咱自由自在来去一如啊。那安尼咱讲有啥物想？咱要要来过？大家拢会使去啊，咱来过有啥物装扮？咱要要来过？所以人家讲自性自我顿修顿我。所以自性爱自我，所以咱小姑讲一句话：师父一定问，阿修持呢，在个人。所以真正讲到开悟觉性，伊应阿弟真正爱真修持自性爱自我。那恁讲到自性自我，咱说第一叫啥？叫做顿悟的法门。咱所修的阿真正会当伫将心的法门。所以讲，顿修把这只看见开悟，也讲当然，你别到寂静的回放，一敲你的心声，慢慢出现的是一样，对吧？那你真正真正真理的说，你真正才来开始，真正是真理的到理论性会当显化的，那安尼都还是可以学习。唔妨想过去，就我真正讲，我囡仔还年轻诶，我后生做囝还未出生。但我若囡仔请了，我再来修行当中，啊，若讲较歹听，我若当当囡仔有囡仔还袂成的时阵，啊，就真正西方人难成的咯。有啊，囡仔拢知影一个故事，讲佛陀要去度迄个圆满中者，对无？迄个故事咱大家拢听过。迄个圆满中者，我等袂咱怎怎怎的，才要来修行当中。咱正准备听你讲了嘛？我囡仔还袂成的，我心我袂错的。宗家唔见，但我若是不传了宗家经验，那我请了我再请你来请，那我请请你来吃茶。何况是咧未歹话，讲啊，安那那未当咱做那边咯。讲啊，对，恁古早人老拢爱讲一句，古早底死也无底老话，对无？你啊对，因为咱是大家拢达到修嘛，咱拢达到七在受持两生死，较未紧张啊。那么老人社会讲着生甲死哦，迄大人咧听着生硬来死拢难要听。所以伫这当中呢，咱会当唱完一个音乐课，自身会当自我顿修顿悟结果正出。若真正会当看见观光光啊升起，就无触底，就无站出来，就无分前甲后啊，就无分你较低，你较悬我较低，你较前面我较后啊。咱过去大家拢会晓讲一句，咱这个教育开始，每一个人拢是咱的经验，每一个人嘛拢是咱的他。哪能到什么处的？所以人家讲，所以不求一切法，诸法自变，有何处的？那真正会当达到安尼顿悟顿修，既然那无长出啊，那甚至呢，都无得着了一切法，心中无必输了一切的这种种。那安尼来做法一遍，靠什么法可以？心中既无悲，何用的假念？所以呢，因此呢，搁会当顿修顿悟，有何处？何用？有何处的？都无啊。所以这当中呢，六祖跟甲开始甲智贤开始讲，如何是不容易？为什么啊？什么是唔免遇到一千万般的道理？六祖才直接来开始，迄就是智贤的。不是自性的影响，
嘛是在修行道，伊有迄种利益，咱嘛有迄种利益，咱嘛有迄种利益，因咱拢想讲，咱修行道，咱有必要生活，对无？咱真正要来学佛法，要后壁要生生活，那佛法里个，佛法里个，古往今来，毋是过去的性命先生，毋是即摆。以后的路都不一样，佛法里对，佛法里在的心，所以不讲那么多的，心即是佛，佛即是心。圣人孔子嘛来讲，来讲呐，见心如心在，好棒！心中无佛，处处皆是佛；心中若无佛，何处为真佛？六祖来。所以心中若佛，去到的拢是佛。所以有这一句话讲啥？佛看众生是佛，佛看咱众生拢是佛。因为啥？百变众生皆有如来之性，每一个人只会拢有性，个个一颗性佛。那因为心态众生看众生是众生，因为咱有分别执着心。所以这个原因呢，咱唔只开始，咱若真正亲像我哩在想讲，佛看众生是佛，咱看众生也是佛的话，那安尼，咱日日就时中时时刻刻，咱拢唔敢做唔对，咱拢唔敢害他，咱拢唔敢嫉妒，所以呢，再来讲呢，伫遮呢。自信听了后，即礼拜愿为一事。本来自信先修大师也很高明，是受着了先修大师命令，伊来听六祖教法，听听下过来安排啦。先修大师，甲伫咧种道的开始呢，人讲呢，结果煞听下过愿为一事，听下煞唔得呢，对吧？为什么他唔得？我有啥物听着人做开始听吼，心坎转。因为伊得到了生死解脱的生活，伊得到了天下真人事，所以有等。你咱小姑讲一句话，我阿个正正比如，人古早人讲一句，讲甘愿甲老的白卡当，唔愿甲老的做文书，就是安尼。甘愿甲老婆教老，为甚物？教老婆教老有人倒了，有人下手吗？下斗有出钱物件，唔愿甲老婆做文书，为甚物？教老婆做文书无一定会